BLACKPINK 成员 Lisa 日前在巴黎疯马秀演出，掀起全球关注。而中国明星张嘉倪 Angelababy 也被募集到前往朝圣，其中还可以看到张嘉倪大方在门口与人拍照，完全没有变装。画面一出就在微博疯传，许多网友看了纷纷炮轰留言：疯马秀就是想透过明星们来颠倒黑白的宣传，封杀这些为色情产业站台的明星吧？这两个人是在蹭流量吗？不过也有人认为，为什么不能看？又不是去跳，为什么管那么多？疯马秀本来就是一个很正规的场所啊。